日前一名美籍男子归还优拜后，不慎将手机遗留在前置物栏而求助警方。远警协助调阅监视器，还立即联系单车公司，确定单车位置。所幸手机由后来租借单车的另一位民众发现后，送交其监分住所。新兵所女警担心外籍男子不熟悉当地情况，便主动搭乘渡轮前往帮忙领回，并亲自将手机发还给失主，让美籍男子大赞台湾的警察好效率。